我其实认真想过这个问题，能不能为了孩子相安无事？其实有很多夫妻，他们之间有隔阂也能过得下去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因为前面10年实在是太美好了。我不想从今天开始就一直走下坡路。我之前对你有多信任，现在就会有多不信任。我也不想哪天告诉儿子，我跟你爸爸不离婚，都是因为你。想，你说过，过去的10年多好啊！你原谅我一次。有些事儿发生就是发生了，回不去了。我以前觉得，你心中最美的蓝色烟花。只为我一个人燃放，但是这个信念崩塌了。就是一时冲动，那真不代表什么。但他对我很重要。他就像一根刺，扎进了我心里，拔出来就溅一身血。放一场烟花，就会疼一次。我们的婚姻不是失败了，只是结束。协议我都按照两位协商的出好了，签字就在剩下。喂，怎么了？烟火厂炸了。这些商业保险全部帮我打印出来，佳姐。好的，严厂长打电话说已经有媒体去采访，伤亡情况已经通报核实了。你尽快落实那个事儿吧。哦，好的。伤亡情况怎么样？死了两个工人，还有3个受伤的，在医院救治呢。人命最大，先谈赔偿吧。好，查清楚原因了吗？找到了，不是生产线炸了。是最后一批存放的蓝色烟花，最近下了几天雨，这厂子里湿度一下就大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徐。现在咱们账面上还有多少钱？大概不到200万吧。现在是年底，很多款项都还没回来，已出事又有很多订单完成不了，可能还会面对违约赔偿的问题。这关系好的呢还有的还，但是不乐观呢。我明白了，你把详细的需要多少钱核算出来吧，不够的再想办法。好，那我去弄。佳姐，
律师说已经到楼下了，要跟您对一下接下来解决方案。你把他带到会议室吧。律师已经到了。完了，公司完了，我也完了。以前的事儿都是我替你扛，但这件事儿只能你自己面对。老婆，要不要我把他接出来？不用。对不起。